小心点，老舅。别说话，去躲远点，保持安全距离。这俩厂子之前没啥交集，硬生生挖这么个隧道出来。 是不是？啥东西炸了？小光，小光，啥玩意儿爆炸了？你说啥？我听不清楚。 小光，小光，不能闸门，这里边全是炸药，快把闸门拆了！别开门！别开门！人都在这，别动！往退！开了！别推门！